香港机场是国际大机场，竟然会发生这些这样的事。他的保安和他的能力原来还渣过万宁和 Unico 那些有乡音的大妈的保安能力。嗨，大家好啊，今天分享一件事，就是新闻报告呢，就是一个我们香港的市民，一个女士在日本旅完游回来，跟住諗住呢食完饭就返屋企嘅，将个行李车就放喺餐厅嗰个指定摆行李区嘅嗰个地方。点解食完饭出嚟呢就成架行李车唔见咗喎。咁我觉得呢件事呢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嘅，因为而家疫情之后呢真係讲数以百万计嘅人啊，喺呢个国际机场里面来来回回去旅行，係咪去旅行啊，返嚟啊，咁诸如此类。好多都会喺餐厅食嘢嘅，将个行李车摆喺门口，呢个系惯常嗰个行为嚟噶啦。我经常旅行都系摆埋喺门口一边，系嘛？指定嘅一大扎啲行李车，大家齐齐整整放埋喺度，跟住入去食嘢噶啦。如果发生咁嘅危险，日后我喺机场边度够胆仲帮衬啲餐厅食嘢啊？食嘢啊，仲唔夹住自己架行李车啊？呢位香港市民呢，呢位女士呢，就梗係第一时间去报警啦。点知警方睇个监控係睇到有人係真係推咗佢架车走嘅。咁但係话个监控太旧，係睇唔到男定女喎，连男女都分唔到。咁香港系一个国际大机场，个监控有冇落后得咁紧要啊？好啦，咁仲有警方讲咗一句喎，讲咗一句话，之前都发生过唔止利益呢一单嘅事㗎啦。咁、那个破案机会呢，即係可以话搵返啲行李嘅机会呀，係好微呀。咁呢位女士真係惨啦。佢日本旅完游返嚟香港，话佢买咗好多战利品喺日本。佢而家个箧里面呀，所有嘅行李啦，包括佢阿妈佢嘅亲人，包括佢自己嘅行李里面，损失嘅财物大概六万几蚊以上。咁你话真係香港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嘅机场，点会渣到咁样㗎？咁我所以攞万宁同 Unico 嗰啲大妈乡音大妈嗰个保安能力，虽然佢无中生有去捉到嗰啲人，人哋根本都系俾咗钱买嘢嘅，有单有据，但起码佢都好落力去捉到啊。好啦，你机场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可以破唔到案嘅。吓，咁你话系咪真系？我睇到呢单新闻真系唔知好嬲定好笑，系耻笑啊，定系谷气呢？哇！如果我去旅行咁又唔见咗个行李，谂住香港机场好安全噶啦，可以话破唔到案嘅，你系咪我应该形容系好嬲定好笑啊？系耻笑嗰个笑啊！马来西亚嗰单，喂，金仔个阿哥咪喺机场度。吓、啊，俾个女士查啲嘢喺条颈度，跟住啊系中咗毒，咁啊跟住梗系啊去咗见去咗西天啦。咁人哋影得清清楚楚，仲查到，仲拉到人。香港系个国际大都会嘅机场，啊保安应该好严密噶。万一又发生啲乜嘢事咧，咁点咧？吓、啊，香港而家成日都话咩国安法。啊！又话咩？又乱及自，又自及轻，搞咁多，又买装甲车，又买咩？咁机场国际大都会，哇！又有嗰啲咁嘅咩啊？机场特警，大大只，着晒蓝色制服，孭晒枪，啊！又拖住只狗，有男有女，成日喺机场度好有型嘅，咁行嚟行去，喂，咁样随时可以俾啲咁嘅机场老鼠推咗架车，成架行李车咁大架推咗去。可以破唔到案嘅，监控影到都拉唔到嘅。咁佢架车推咗去边啊？我而家就好奇，我真係好好奇喎。佢一大架行李车，佢偷得你嘅啲机场老鼠，佢唔会推去再搭飞机啊？咁多行李一定要运输带㗎啦，要寄仓㗎啦。佢唔会咁样推去寄仓，再搭飞机去第二度啊？啊，佢多数都系推出去门口。有车接应，去偷走啲嘢，跟住返去睇下喂有咩值钱物品，跟住去变卖㗎啦。咁长路程监控影到
都可以话查唔到案嘅。咁啊，机场嗰啲监控、机场嗰啲保安喺度做戏嘅。之前香港政府又话好要着重香港嘅国安安全啦，又组织咁多、搞咁多嗰啲咩反恐活动。咁机场系国际大都会，咁多游客喺度来来回回，应该个安全设施、个保安嗰啲设备吓，同埋喺机场嗰个监管嗰个安全，应该系好严格噶。点会俾人哋话呢啲咁嘅机场老鼠都唔系咩特别人物，咁随时可以推咗架哇行李车咁样走咗去，完全话破唔到案嘅。咁我分析嚟计啊，即系我用平民百姓嘅脑去谂啊。佢推咗架行李车，唔会再去寄仓寄行李啊，咁多行李一定要寄仓噶啦，唔会寄仓再搭飞机去第二度啊。咁佢应该就系推架车推出去机场出面，有车去接应佢，攞咗啲行李翻去之后睇下有冇值钱嘢，跟住去变卖噶啦，咪佢偷啲行李嚟做乜嘢啊？咁喺咁长嘅距离。是吧，就算佢真係去寄仓啊，搭飞机走啊，再去第度啊，都有一段距离啊。再如果佢推出门口係有车接应佢嘅，咁在机场里面同埋机场外面应该都有监控㗎，係吧，唔会冇监控㗎嘛。但而家佢都有监控，不过影到个人呢男女都分唔清嘅，同埋警察话呢破案率好低嘅。咁你话係咪真係唔知好嬲定好笑啊？啊、笑我唔系真系开心嗰个笑啊，系耻笑嗰个笑啊！而且呢啲案件啊，呢啲咁嘅机场老鼠已经发生咗好多单噶啦，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啲资料，又有台湾人唔见咗行李啦，亦有内地嘅游客喺飞机度偷咗乘客嘅33万劳力士，亦都有女乘客喺架巴士度唔见咗行李，系机场巴士啊！咁我反而好奇想问下啦，我哋个保安局长邓炳强经常话要啊注重香港嘅保安，又惊动乱，又惊啊保安问题、国安问题。咁而家香港机场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嘅机场啊，无论游客、香港平民百姓喺个机场嗰度来来回回，咁外地咁多游客嚟。咁万一如果有啲不良分子、不法分子或者恐怖分子喺机场度发生咩事，因为而家佢哋咁嘅保安能力，咁咪即係破唔到案，个监控我影到男女都分唔到嘅。咁我真係好担心个香港喎。因呢一件事呢，我都上网睇咗好多资料，咁我同各位观众分享下。咁大家出外旅游呢，真係要注意下自己嘅财物嘅安全啦。甚至乎大家过境出境啊，咁咪会搜查行李嘅，亦都有搜查行李嘅保安员监守自盗，偷咗出境嘅香港人士游客啦，冇理话香港定咩人啦，总之离开香港出境嘅，佢搜查行李嘅时候盗窃咗3000蚊，亦都有咁嘅发生。咁有啲亦都有啲运输嘅时候偷行李啦，偷行李里面嘅财物啦。咁总之大家出门呢都要将自己个旅行箱呢真係买啲比较安全嘅保险啲嘅，咁就尽量减少啲财物嘅损失啦。咁亦都希望为机场同埋我哋嘅保安局，即係机场嘅机管局啦，加重机场嘅安全啦。如果我哋去餐厅去机场，肯定会去餐厅食下嘢嘅，飲杯咖啡呀诸如此类。咁行李又唔推得入去餐厅，咁梗係摆出面㗎啦。咁样唔见咗行李，咁原来话机场係唔负责嘅，餐厅亦都唔负责嘅，佢门口写咗告示喺度㗎啦。咁係因为今次呢件事件爆发出嚟嘅。咁我而家先知道原来唔负责㗎喎，保险亦都唔赔㗎喎。如果你到咗香港，个保险就唔赔㗎啦，你买嘅保险。好啦。咁我哋嘅行李咩保障啊？咁即係叫啲人以后去机场餐厅唔好食嘢囉，喺出面食完先至去坐飞机啦。你喺机场食嘢隨時唔见咗行李，冇人负责㗎。好啦，咁希望各位观众睇咗呢一段我呢一段咁嘅影片，希望大家出外旅游嘅时候
小心自己的财物啦，无论在香港机场好，去到外地的机场都好，都要小心自己财物啦。希望大家呢去出外旅游呢就旅途愉快。好啦，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拜拜。